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星期二五月十四号嘅啤李漫步，咁啊晏咗少少开，因为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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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咧，要我哋 operator 去 download 啊，去出片啊，所以今日咧咁啊，即系佢都系超时咗，咁啊已经一早去翻嚟啦。咁啊，点解会咁多料咧？大家阵间啊睇晒六节，咁啊你就会知道啦。就算唔系睇直播，都可以睇下即系重温。咁啊，小米啊，今日你又上嚟啊？其实我唔系为你今次，系点解咧？嗱，每一次我小米嚟做节目咧，我啊梗系攞嚟喺啤李度攞啲礼物走嘅，系啊。咁咧，上次咧，你知我好中意飲湯噶嘛？咁、你上一次入，可能呢排股票升啦，咁你咧叫我就俾個刺我，就俾呢個刺我。係、呢、這個叫做濃湯金歐刺啊。咁咧，通常咧，我見呢啲咁嘅盒咧，梗係以為冇料到啊嘛，俾我哋耍我。咁我翻去煲嚟飲，點知煲完嚟飲咧，勁喎、啊，係有料到喎、啊，勁過可伯喎、啊。係飲完嗱，唔會，因為我咧一向對呢啲所謂呢啲嗰個包裝我都冇。即係覺得，唉、又耍我啫！你飲完咧勁喎，真係有口感喎、嗯。哇！咁我話，跟住我即係同佢講嗱，唔使講嘢。你預多做一日，我翻車，我上嚟又攞呢個金鈎翅啊，濃湯金鈎翅啊，大佬，係、嘛？咁啊，而且你知啦，而家咧，喂，我同你講掂數啦，上嚟，喂，老友，上嚟啤地度買咧，買任何一件嗱，呢個原價159啊。係。如果你買任何一件嘢119就可以帶一盒翻去飲。嗱，飲完如果唔掂咧，你可以留言乜 Q 啊，小米。冇正正啊！所以我今日都為咗個刺嚟嘅啫，呢個濃湯金鈎翅唔係為林康正嚟嘅，大佬嚇。咁啊，聽日係即係公眾假期咧，15號啦。其實15號、13號咧都係會開鋪嘅。係。咁雖然就冇啤你漫步，咁啊就11點會開到8點半。咁啊，15號都提醒我啦。咁啊，記住啊 ，sell 下大家咁啊，燕窩啊，咁啊金鈎翅、鳳尾翅啊、竹龍卷啊、八爪魚啊，甚至啊嗰啲嘅即係種啊嚇。咁啊都係即係依家有現貨嘅。咁啊啲甜種我非常之中意添。甜種當然啦，係即係。因為你知啦，阿啤你五月已經唔喺度啊嘛，咁行開咗，唔係唔喺度，差唔多啦嚇，即係罰單啦。我就完全係冇 sell 貨嘅，咁啊，所以呢個月嗰啲即係營業額咧，係基本上唔好話租都交唔到啊，係人工都唔夠交，即係你知租就多過佢人工啊嘛，所以啊咁啊。如果大家想13號、15號仲出到糧的話咧，咁啊都要趁機會啊上嚟幫襯下。仲有最緊要一個 point， 我成日講嘅，要支持喺香港開嘅網台，唔好支持嗰啲咧，即係咧你去啊又啊英國啊加拿大啊係嘛，即係嗰啲台灣嗱嗰啲你有閒錢我唔阻你。但能夠咧香港繼續開台嘅網台一定要支持。哦，咁啊，各有各支持啦。係啊，冇啊，而家敵我分明㗎啦。係，咁啊，即係尋晚啦嚇，咁啊都有第二節啦。咁有幾時有講阿細良嗰啲單嘢？咁啊，尋晚第二節都有講啦。當然，咁啊，如果你有好多人話都唔夠喉喎，咁啊唔夠喉，我會喺星期四、星期五及邊個嘉賓就比較適合啲嘅。當然啦，咁啊，你千祈又唔好話你哋拆兩啊點點。所以尋晚嗰節咧，只有我提到咧，我都將嗰節咧係不要盈利，係唔會有錢收入嘅，就咁簡單啦嚇。好啦，咁我哋今日咧揾阿小米嚟噶嘛。第一節咁啊，當然要講呢、這個即係間諜事件啦。不過間諜事件之前咧，我哋又出下嗰啲相先啦。咁啊，講下一啲即係熱下身先啦嚇。有咩新聞啊？我熱下身先啦。咁啊，出下嗰啲相先，第一張嚇。咁啊話説啱啱就係即係母親節，咁啊中環街市咁啊俾到驚喜你啦。咁啊嗱，你知咁啊，我英文都渣嘅。咁啊，阿小米就叻啲啦嚇。咁啊，但係咁啊，未至於 mother 都唔識串嘅嚇。咁啊，呢個係原本 mother 佢 mother 就變成 ma。係。啊，咁啊，呢個中環街市咁啊，其實香港人食錯呢啲嘢都成日。咁可能佢唔奇。廣場都變咗 pizza 啦。嗱點解咧？係。因為我懷疑呢幅嘢咧，係淘寶做落嚟嘅，平啦。係。咁啊咪。即係咪專登咪平啲咪屌你咪執落嚟咯？英文屌冇執咁撚嘢。第二，我而家發覺咧有心錯嘅。係點解咧？就係博你啲人嗱，跟住你啲人咪網絡公審佢嘛？啲人咪走去恥笑我屌你中環街市真係戇撚鳩鳩嘅，屌你老尾！咁不如我哋去影鳩佢相，跟住我哋咪上網咪恥笑佢嗱。我發覺咧，香港咧就。而家近年錯好撚多啲咁戇鳩嘢，就算你揾即係你話想揾啲大陸呢做咧，都唔會，因為淘寶啲撚嘢都驚你惡鳩評佢噶嘛，咁但係如果你淘寶做咧平啊，肯定好撚平，但係
都唔會錯。嗱，我阿華交如果專撚燈，喂，呢個可能混合體嚟喎 ，father 加 mother 嘅混合體喎。係啊，即係佢專撚燈，跟住你之後咪網絡公審佢，跟住你去 MO 混合喎，跟住你咪去現場影相咯，影翻埋相跟住笑鳩佢啊嘛。跟住現場可能你去兩度起碼買杯珍珠奶茶啩。我都未必㗎，你曬大陸嗰啲啊，佢嚟到一毫子唔幫襯就唔幫襯，即係你見到今日李家超佢都講㗎。咁啊，嗰百個新開放嘅自由行嘅城市啦，咩呼和浩特啊、拉薩啊、烏魯木齊啊、哈爾濱等等。佢話有冇錢嚟嗰啲人？每人佢嚟到啊，唔好話有冇錢，冇錢我咪我俾你咯，200蚊餐飲優惠券啊！唔係，即係有好多啊，落嚟使100蚊、300蚊嘅，你仲要俾200蚊佢，你咪隨時咪到時，即係佢哋冇撚衡量過呢啲人，佢根本佢又冇查過呢度即係當地啊佢哋嗰個即係生產總值啲人揾幾錢個月？呢啲人落嚟最撚大話乜嘢？知唔知啊？因為咁撚遠啊，要起碼住一晚酒店啊，撲緊定街，咁我沙灘你唔撚使去。咁啊，即係露營啊、扎營佢嗰啲，唔係即係，因為而家佢哋成日諗啊，好撚遠啊，喂，即係山東啊，咪之前話山東啊，咩西安啊，啊嗰啲啊，屌你，即係兵馬俑落撚曬嚟啊，大佬你驚唔撚驚？跟住最撚麻煩就係、是、你明唔明啊？佢諗住屎橋，話啲人落嚟，屌你點撚撲街，冚家富貴，你都住晚酒店啩？你唔會咁撚接翻深圳瞓啩？佢成日諗呢啲嘢，都會住翻酒店，喺深圳咯，住賓館咯。即係你，但你明唔明白？而家香港酒店好撚貴啊嘛。咁咪翻深圳咯，大佬幾 easy 啫，係咪？搭程車佢又係咯。係 啊，當然啦，即係咁啊，呢個幾好笑，即係你香港都冇消費券，都冇回水現金，然後佢落嚟就200蚊，第一200蚊，你吸引唔到人嘅。如果俾200蚊吸引到嗰一扎咧，一定窮遊嚟嘅。窮遊你再吸引多10倍、1000倍、10000倍都係冇用。冇，我都唔知道你政府嘥我呢啲錢做乜撚嘢。唔係，即係明唔明啊？而家我佢最緊要政府係咩啊？問你，喂康正，搭條橋出嚟，屌你老母你！呼和浩特，你問鳩啲官啊？喂，呼和浩特喺邊撚度啊？邊個省啊？呼和浩特好撚似聽過啊！拉薩，屌你老味閪！哇，大佬，你點去拉薩？拉屎就有你份，係咪先？屌你大佬，你知唔知佢唱嗰只乜撚嘢歌啊？我就係那個青藏高原嗰、那個咁撚難聽嗰啲歌啊，都戇鳩鳩。即係你明唔明啊？佢哋而家為做嘢而做。即已經冇橋啦，香港邊有續橋啫？有橋都呃鳩你啦！你話叫佢搞呢啲經濟咧，咁啊佢又即係諗唔到橋啊！嚟去都要上面開放多自由行城市啦，又唔知上面經濟唔好，唔係再開放多啲都冇用。唔係，其實最緊要其實反應唔到你嘅。佢而家最緊戇鳩係乜嘢咧？諗翻轉頭一樣嘢，佢而家冇撚做啊！你而家諗啲橋留翻啲香港人唔好撚上大陸啦！屌你豬西！唉，唔好話唔好上大陸，佢根本而家做啲嘢咧，簡直係等你唔移民都唔得。我哋又睇下相。咁啊，繼續去即係窮追猛打。咁啊，窮追猛打邊個咧？就窮追猛打陳洪秀。尋日啊，即係前日啊，咁啊呢個即係孫玉涵勞福局局長追打完啦。喂，就話你社工註冊局做咩事會俾陳洪秀入到你係呢個咁嘅即係紀律委員會啊？因為係紀律委員會，其實啲小組係負責做咩咧？譬如有社工俾人去投訴，咁有啲人咁啊就會睇下佢投訴成唔成立啊。咁啊，或者嗰啲專業嘅佢社工去俾下意見。陳洪秀就咁角色，佢即係俾下意見嘅啫。好啦，你咁對窮追猛打啊，又話喂佢依家俾人告緊暴動嘅喎，咁啊未審先判，咁啊又話唔關政治事。然後今日啊，咁啊阿李家超都話啦，我哋要撥亂反正。咁啊依家點咧？社工註冊局嫌你啲委員咁啊唔聽話啊嘛，其實原本只一個委員反對咧，陳洪秀都冇得做呢個紀律委員會啊。咁依家點咧？嗱，原本有即係15個委員，8個民選嘅，7個政府委任或者官員嘅代表。咁依家醒啦，變做27個，15變27。維持翻8個民選，但另外19個全部都政府委任或者官員代表，正常。我話曬事就唔會有問題啦。正常啊，等於你選嗰啲咩區議員，咪要咩三局啊、三會啊，屌你咯，一個防火啊嘛，屌你我選區議員關個防火乜撚嘢事先？即係屌你咪講啲咩乜撚嘢關，即係佢哋知地區要做乜撚嘢？嗱，區議會。即係以我咁撚膚淺嘅，佢啲知識水平咁樣低，都係做地區嘢。喂，間嗰三會咩事先？喂，要過嗰三會又啲又正常啊！而家咩都搞，同埋社工一般個感覺啊，都係黃撳撳多啊嘛，係嘛？即係尤其社呢個社會運動咧，好撚多社工都會幫啲即係。試圖我唔知係咪有出庭作證啦，就幫啲僆仔講下情啊，嗱佢啊初犯咁樣嘢，咁啊覺得你啲社工都唔好撚煮死啲僆仔嘅，屌你老母真係唔撚聽話啦，係嘛？正路應該好似民建聯嗰啲要落井下石噶嘛，係咪？屌破壞香港治安，你破壞香港安寧，你係咪應該講呢啲嘢？
咁梗係要喐鳩你啦，社工係嘛？你諗下，佢呢次其實借住插陳紅秀咧，其實根本就名正言順去搞社工註冊局。嚇！其實即係咁啊，你諗下陳紅秀都話，其實你唔滿意嘅，咁你直接同我講咯，我咪唔即係唔做嗰個位咯。唔係佢唔係唔想做，佢就望你做。因為望你做，我先可以屌你咁嘅大事改革啊嘛！跟住你咪喺跟住搞完一大嘢，啊唔關我事啊！你哋揾陳紅秀翻嚟，唔改唔得啦！屌你咪唔係我點啊？係嘛？即係多撚魚啊！根本啲嘢，唉！而家即係香港唔發生呢啲事，你先出撚奇啦！即係基本上今次就漢裝舞劍就志在沛公，表面上好似插陳紅秀，實際上喐曬成扎。係啊，因為你社工一去都唔撚聽話噶嘛。咁重要喎、啊，其實你香港好多問題喎、啊，一筆過撥款，啲後遺症搞掂未？最近有個59歲嘅媽媽，城巴司機，32歲個仔係即係弱智啊，照顧唔到，擔心自殺啊！咁多呢啲咁啊，即係譬如大家睇《白日之下》嗰啲事，喂，你哋監管嗰啲無牌啊，或者隻眼開隻眼閉嘅院舍進行成點咧？咁多虐兒案、虐老案呢啲，你唔正經處理，走去搞啲政治批鬥，咁啊，所以你話啲人點會唔移民啫？啲人點會唔即係？即係唔心淡啫！你班官搞經濟唔叻，但搞政治咧就最叻，就搞呢啲。唔係，你搞政治都唔係叻啊！屌你搞到一鍋粥噶啦，大佬你唔係話佢叻啊？佢諗呢啲橋出嚟，冇辦法，你咪針對咯啲社工係咪先？咁你夠啲社工咪入撚曬民建聯、工聯會咯，最撚好啊！我覺得，屌真係入咗，咁啊真係根正苗紅啦！咁你先好做社工啦。如果唔係，我都唔勸你哋都係轉行都得啦。再唔係出啲招咧，你翻大陸交流團。啊、最近咧有個交流團犀利啦，咁、你教育局啲老師上去交流啦、因為話說有個即係男教師咁啊去咗咁啊由教育局主辦嘅大陸考察團期間，懷疑喺武漢就叫雞咁啊，俾公安就拉咗咁啊，依家咧咁啊咁撚唔俾面翻咗嚟香港，但佢都未落翻嚟嘅。叫咩雞啊？係咪椰子雞啊？咁啊，武漢叫咩玩啊？武漢，喂，唔係食野味啊，真武漢實驗室留去。喂，大佬，只能夠有中華民國。都是武昌起義啊！武昌在哪裡？就在武漢啊，大佬！真係你估講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冇去過武漢啊，大佬。嗱、雖然武漢啊，整個壇嘢俾我哋香港傑塔塔啦，先早3年前，係嘛？傑塔塔啦，但係咧，如果人哋有去過呢、這個即係、就是、湖北省武漢咧，你即係嗰個感覺咧唔差嘅，係咪啊？係唔差嘅。真係係咪？所以好多嘢玩嘅，零零舍舍你去武漢咧，你嘅感覺咧拍得住上海嘅。喂，但我想問阿小米，佢喺武漢叫雞犯法嘅咩？譬如阿雷鼎明都話啦，喂，你叫雞啊都唔支付保啦，好似揾到合法噶嘛？即係叫唔叫雞犯唔犯法咧，就佢哋當地嘅政府算要辯算嘅。阿李雲迪都要屌你個壇啊，鋼琴都俾人捉撚咗。喂，李雲迪點算好啊？8000蚊咁啊嘅妓女，俾夠10000蚊、2000蚊 tips， 咁闊佬都要咁撚查？唔係咁，你明唔明啊？你因為聽咗雷鼎明用支付寶，唔係即係佢咁佢戇鳩啫。你明唔明啊？有啲公安都唔撚開心噶嘛。屌你未咁撚大個仔，未食過10000蚊只雞噶嘛。係咪？即係有時體諒呢啲嘢，唔係同埋你明唔明啊？教書係好撚辛苦噶嘛。屌、老實講，又要扮喺香港又要扮正經喎。唔撚夠得行呢條街喎？屌新田地街行下上海街，邊有夠撚膽啊？去砵蘭街望下裝下，喂裝下撳下鐘仔又唔撚夠膽。但係你去撚到。武漢 relax 啊嘛，係咪先？跟住可能有夜晚人塞啲卡片落你酒店，穿不穿？穿不穿？穿不穿？啱不啱我啊？嚇！跟住問你，跟住佢咪諗住，唉，是但打啦，橫掂都去到諗住鬆一鬆啦，係咪先？咁點解鬆咗個鑊咯？但係我又覺得你交流團屌你，應該冇人出嚟講數嘅咩？喂，同埋即係講真啦，你恨不得佢叫雞啦、啊，就你喺上邊哇玩到沉迷。哇、啊！海上面咁多嘢玩噶、啊，我本身一個黃色嘅老師，啊、可能咦唔係喎，上面有第二隻黃色喎，好玩喎、啊，恨不得啊你退多啲沉迷於你上面、啊。唔係即係我覺得正常。你拉佢把撚咩？唔係即係我覺得正常，但係咧我又覺得呢班老師冇撚料到，屌你有冇點解冇人出嚟講數？教局佢負責噶嘛？唔係我係咪先？你阿蔡若蓮點解唔撚即係葉憑你能力唔即刻冚撚咗先？武漢使俾面你啊！你邊撚個蔡局長唔撚識你喎、啊？唔撚識我屌你！跟住咪屌直達啊！一定要攞出嚟講，一定冚撚咗先。嗱，以而家個新聞嘅質量咧、有冇搞撚錯啊？屌你老味！呢啲新聞都可以出到街嘅，但呢單爆咗出嚟咯，已經啊！即係你話叫雞好撚普通嗱，唔好扮即係大家唔使扮正經，老師唔叫雞咩一樣叫係咪先？屌佢係咪？可能佢而家嚟上，同嗰個姐姐嚟上一課見教啫。係啊！屌你，請問你請問嗰啲陰道在哪裡？你個陰道在哪裡啊？係嘛？即係可能問呢啲嘢啫，係嘛？咁你唔？但你衰咗冇得辦法啦，可能佢叫只平雞，又唔撚得識做。但係咧，我哋有時唔好怪啲老師，係嘛？佢撚到地大物博，一鬆撚咗，
啊，不過證明咧，我哋呢啲所謂交流團咧就冇撚力咯。即係有你應該冚撚咗啊！即刻慢慢聲。即係證明人哋啊，你香港政府佢唔撚俾面你咯。即係其實唔係咁呢個一樣嘢啫嘛。正常啊，如果俾面啊，屌你老實講啊，即係淨係招呼你添啊，免費請你班友攰叫雞啦。即係如果掂啊，使自己出錢啊？屌你深圳就鳩咗你香港啦、啊！而家深圳同你乜對撚住你香港係緊咁嘅，係咁啦，屌到恥鳩笑你啊！我哋再睇嘛，呢單就即係呢兩日嘅大新聞啦嚇。咁、就話説啦，咁英國尋日就拉咗三個人，咁啊甚至已經係即係提咗堂㗎啦。咁啊用國安法，英國國安法起訴三個，第一個就憑袁松彪啊，袁松彪咁啊呢個就係比較咁啊，即係大家關注多啲啊，因為佢依家係做緊香港駐倫敦經貿辦行政經理。哦，嗱，倫敦經貿辦其實經貿辦有啲咩做，你知唔知啊？唔知喎、啊，我對都唔撚知，葉劉都俾人執咗佢啦。佢之前都唔知你有咩做咧。但係成日啲以前啲國冷河都係咪去兜圈啊？哦，就係呢啲，譬如佢林鄭啊嗰啲，咪走去佢呢啲咯。通常就係咩咧？俾人投閒自散啊！你到底安排咩咧？譬如安排有啲官員佢嚟到啦，有啲商團咯，你哋交流啊，係呢啲嘅啫。其實冇咩佢嘢做。喂，屌你六廿三二啊！佢幫人。喂，但係屌你政府，我做到六廿三歲嘅咩？咁、嗯、啊，去到嗰邊反之佢啦咁啊，另外第二個三十八歲，咁啊，翻頭先，翻去頭先張到韋志良，咁啊就話做過英國軍人、警隊同埋物業投資顧問啦。咁啊，其實即係都有多啲資料嘅。咁啊，韋志良咁啊，私人保安公司嘅負責人。哇！一定喎呢啲。第三個嗱，報稱保安顧問，其實亦都係私家偵探嘅 Matthew 話咁啊 ，Jacket 咁啊，佢亦都係即係點樣講咧嚇咁啊。兩個人先後都開過同名嘅保安公司，即係表示其實韋志倫同 Matthew 咧就拍檔嚟嘅。係，我哋再睇咁啊呢張圖啦。好啦，咁啊究竟起訴佢啲咩咧？嗱，根據英國嘅起訴書，係咁啊就話佢三個就犯咗協助外國情報機關同埋境外干預罪。嗱，首先咁啊就話佢三個啊咁啊。對人啦、啊，咁啊就進行呢個情報搜集同埋監視居英嘅民主派香港人。啊、第二啦，咁啊試圖五月一號就闖入啊一個民居。第三咁啊，咁啊即係咁啊好多啲撈教嘢嗱，咁啊欺詐惡意監視啊，亦都話啦，咁啊譬如啊佢監視啲咩人咧？譬如喺即係其中一個手機入 Matthew 手機有羅冠聰被監視報告資料啦，啊、被監視都要蒙少達啦，同埋攬炒巴阿劉祖迪啦嚇。咁啊，好啦，咁啊，然後啊，咁啊，話經貿辦都係俾過錢佢哋嘅，咁啊，三次香港駐倫敦經貿辦就攞咗咁啊95,000+即係上翻港去90幾萬，我等一等先啦，有嘉賓嚟做呢個13號好，佢招呼緊我，係得啦，好啦，咁啊，好啦，咁啊，然後啊，再講多少少嘅細節啊，講多少少嘅細節，係嗱，話説佢入咗邊個民居，追啲咩人錢咧嚇？咁啊，先話呢個咁嘅咁啊 ，Matthew 啊，咁啊，係有一日咁啊，就要監視一個姓 Crop， 我啲 Crop 呢個女士話佢曾經喺香港兩間公司做嘢，咁啊就喺咁啊公司就轉走咗1.44億，嗱涉嫌就詐騙同埋盜取啊2,000+嘅港元資產。上年年尾12月離開咗香港，依家住喺英國，咁啊喺香港，因為即係涉嫌欺詐遭民事起訴嘅，咁於是可能有啲公司想問佢攞翻攞筆錢啦嚇，咁啊就揾人監視佢，先揾咗私家偵探卓明啊，佢乜水咧？佢退休警員嚟，亦都係啊袁松彪啊阿 Billy 啊袁松彪咁啊嘅朋友，咁啊通常啲人叫阿彪啊，嗰個英文名叫 Billy 啊，咁啊呢個 Matthew 啊嗰啲咁啊韋志倫被委託就監視佢，好啦，咁啊試過點咧？咁啊，佢俾錢啦，咁啊試過，咁啊喺佢門口，咁啊就貼一個，由於安全故障，我哋檢查你嘅電箱，咁啊下午6:30會翻嚟，咁啊自身維修部門嘅，咁、哦、亦都試過啊，咁啊喺即係，咁啊人哋屋企門口啊倒啲水啊，我話你嗰度漏水喎、啊。咁啊敲門要求處理，哇點知呢條姓礦嘅女士都醒喎，屌、啊、你哋係咪即係想搞鳩我啊？咁啊咁啊即刻就報警，報警就拉咗佢哋啦，同埋醒過呢女人。咁啊被捕即係嘅時候咧，嗰、那個 Matthew 啊，咁啊甚至將哇即係有手機即刻擺落個佢個褲籠啊等等啦嚇，咁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啊、我哋再。佢睇下啦，咁啊再睇下張，咁啊頭先係一啲即係交代翻嗰啲佢資料啦咁 啊再睇呢張，咁啊即係收錢啦，咁啊收咗即係咁啊對經貿辦啦，咁啊經貿辦都問佢價，譬如你追蹤要幾多錢，咁啊上門啊，咁啊拍門要幾多錢？嗱，佢三個有啲咩反應啦嚇？佢三個覺得咁啊，譬如啊咁啊
阿韋志良咁啊，佢就係即係唔肯佢回應嘅。Matthew 就話唔係喎，啲人同我講係合法嘅喎。咁啊，第一個袁崇彪咧，佢話其實我哋係即係監視一個人，係想幫人哋係收數收翻啲錢啫喎。點解依家話我係即係間諜罪咧？咁就我哋佢再睇啊。咁啊，尋日啊，咁啊，即係中國駐即係英國嘅大使館啦，同埋即係特區政府啦嚇。係。都係有嘅，即係佢回應嘅嚇，咁啊，即係都話你哋係咁啊。特區政府咧就今次唔似佢戰狼，咁啊就係話咁啊，第一咁啊要希望英國俾多啲資料啦嚇，咁啊譬如你葉劉淑儀啊、黎棟國做個保安局局長嘅都話，咁啊再睇人哋俾啲咩資料先啦。係啊係，咁啊就唔係咩戰狼外交，即係唔似中國駐英使。唔係咁應該就話你誣衊啊、抹黑啊、挑引啊。因為佢驚啲擠牙膏式啊嘛，大佬點知你英國仲揸住啲乜 Q 嘢？你坐樓啊嘛，一鬧佢就擠多啲出嚟。啊！而家你睇落去，成日都好似收數公司啫嘛，係咪先？因為你可以再睇咧，即係譬如你湯家華唔係啊，善宰民居好普通罪啊，但呢個就普通嘅。啊，你話經貿辦係有份俾錢呢個大，如果睇人哋係攞到佢咩證據？係。所以你今次香港政府一反常態，之前咪咬嗰啲咩《華爾街日報》啊，好戰狼嘅。係。咁啊，華春瑩啲口吻嘅，今次就收曬啦。咁啊，仲有袁崇彪就俾人話，喂，佢同呢個李家超咧，咁啊喺澳洲查理斯史都華大學就曾經一齊同學。石屎啊！人哋話唔識佢喎，而家唔熟喎。咁啊，佢話唔識，咁啊，就係記得一直影咗張合照。我心諗，如果大家影嗰張畢業照，你唔識佢，你唔會問佢咩名噶嘛？唔係女係咪啊？咁啊，甚至應該影都影唔到佢添啊！但係會記得佢同你影過相，因為張相俾人爆咗出嚟，然後就話就記得呢樣嘢。咁啊，呢個咁啊，佢袁崇彪咁啊，其實阿李家超喺香港做警察啦。係佢到千禧年代係即係因為呢間大學同。香港警方係有合作嘅，所以就去即係俾毒石屎啦嚇，即係啲人成日問啊嘛，佢唔係因為佢老婆咁後生有咗就放棄讀大學嘅咩？咁啊，大家要搞分清楚啲事情啊。咁啊，袁崇彪都俾一啲即係在英嘅港人就話啲人去即係經貿辦出邊去示威時候咧，俾袁崇彪啊攞住鐵尺，你哋搞乜撚嘢啊？即係哇咁惡噶，係啊咁啊，當然袁崇彪話唔係啊，我係幫佢哋即係要知啲人數咁啊，幫佢哋做保安嘅啫。哦，成件事暫時去到咁，咁啊依家亦都係俾佢哋保釋咁啊。奇怪少少就係香港政府今次比較唔戰狼啦，好斯文啦。係，雖然劉少佳就話隨時引起咁啊呢個嘅即係即係外交風波咁啊，但經過咗今日第一堂之後咧，都係俾佢哋保釋嘅。俾保釋係。咁之前其實仲拉咗八個人，暫時都八個人咧，咁拉咗，但就未起訴。咁會唔會今晚大飛翻嚟啊？點大飛啫？依家你當英國留咩咁？呢個就即係補充翻啦。你睇下中國駐英使館嗰個話你係嚴重挑釁，同英國政府唔係同埋香港政府就話你不如去。要求英政府嘅公正處理，保障聲稱咧，即係涉事嘅經貿辦行政經理啊合法權力，以提供咧聲稱事件詳情。我呢似唔似啲男人被人斷枕佢之後咧，即刻係啊！你唔知啊嘛，而家即係可能人哋對方有個避孕套收埋咗啊。咁你到時候你攞翻出嚟，你驗翻啲精啲大 Q 鑊啦，係咪先？嗱，你見英國都係咁以冇乜點即係。都冇乜大事報道嘅，你再問佢咪再答你咯，即係可能佢仲有可能仲有一兩隻底牌啊嘛，呢支牙膏色啲好得人驚嘛，你一搏佢咪再整啲俾你，你咪大 Q 喎。同埋佢劉少佳講即係有咩外交風波，你睇依家中美習近平同拜登係咩關係啫？佢依家想行咩路線，你會有咩風波？你見過你阿習主席呢排又去法國又去成，你又知道啦，冇捉錯用神啦。佢呢兩年都唔係第一次有即係聲稱中國人啦，中國公民啦，喺德國英國美國俾人拉啦，有冇搞成外交風波？IQ 能嘅即係不今次咧，我諗主要就係因為其中一條友咧，就係同我哋阿特首做個同學，咁啊，所以先至屌你呢啲所謂呢啲咁嘅嘢，一年都唔知幾多單啦。咁啊，小米同你講個勵志嘅故事啊，再出多一張相，呢個犀利啊！邊個啊？嗱，中三之後就冇讀書噶啦，咁啊，十六歲時候有人向佢露蟹，咁啊，即刻就即係喝止佢對方。咁啊，後尾咧，咁啊，即係咁啊，做係哇，讀魏晉喎，勁喎，呢位姐姐犀利咧，三孩之母喎，勁喎，休克喺醫院做過，價值嗰個影響力，抽血完13年，依家咧咁啊，最近前兩年就好似仲生嗰個仔添啊，兩個女都算大啦，咁啊，依家就話啊，於是就要去做輔警啦，係咪好勵志啊？哇，幾多歲可以做輔警啊？輔警都有體能嘅喎，而家43咯，之前40歲嗰個，即係40歲去做，18歲嗰時慳唔到，22歲慳唔到，40歲嗰時就偏偏跑。即係18、22都唔得，就啱啱18+22=40咧，就得啦。啊，呢個例子啊，呢個東張西望要做呢單嘢啦。
咁啊，東張西望做咩咧？不如咁啦，小米，我哋下一節佢又講下啦。好啊，好啊。